咁而家咧，好玩嘅手機聯網遊戲咧，已經係非常非常之少嘅。而最近我都即係冇嘢玩啦，同啲 friend 出嚟坐，都只能夠玩撸啊撸手遊。咁難得出咗一款新嘅聯機遊戲，咁我哋又嚟試下。咁咪有咁多職業啊！呢個通靈師咧就要解鎖，我哋隨便選一個啦。今日嘅修炼就到此为止，成为合格嘅骑士必须每日都好努力咁训练。到我啦，我哋快啲去食饭啦。前边好似有咩动静啊？好似出咗咩事情？我哋快啲过去睇下。阿伦，即系两个人要打只猫，只猫叫阿良，恶霸骑士团喺度恰。猫，傻乎乎地训练，即系啲典型嘅咪啲反派咯，又好似阿哆啦 A 梦入边嘅迪安咁咯，哇哇哇哇哇哇，哇！发生咩事啊？喂，都几混乱嘅喎。升维级添，好狗去猫，背包角色属性升级会获得属性点，咁力量影响生命攻击。咁自然都影响攻击、暴击、命中、闪避、智力影响法术强度，加力量啦，唔使谂啦。一个无脑嘅近战物理攻击角色，我而家话要去揾佢哋嘅小伙伴，叫阿妹。我而家要入副本啦。哇！呢攻击手感，呢攻击手感都几生硬嘅喎啊！感觉同上一代作品好似有啲唔一样，咁唔知算系好改进咗定系落后呢？可能系呢个角色嘅问题啊！呢、這个角色骑士嘅攻击动作系即系往前冲刺咁突进咁样嘅一个攻击手段啊！即系唔系好习惯啦。对于我嚟讲，试下先啦。诶，使下技能先，太多怪啦！感觉上画风同上一代作品都系唔一样。呢一代作品画风感觉有啲偏于好似日系咁嗰种感觉咁啦。但系以前嘅作品咧，就更加偏向于小众独立手游嗰种像素风。呢一代作品俾我感觉更加似日系 RPG 咁啊，嗰啲老日式 RPG，咩光明之魂啊嗰啲咁啊。哎，没事。
网络卡。我屌，咩意思啊？网络问题？我而家连住 WiFi 啊！唔好咁啦，喂，咁咪我又咁咪又要重新打，我屌，我命运之桥系我，你要唔要斧头？阿哥喺边度？边个要斧头？唔要住啊，打住先啊，点打？你开啊！咦，个人有武器啊！个人佢逼住噶喎、啊，系啊，有挡住啊，有挡，有挡啊，有碰撞，系啊，有碰撞噶喎，我睇下挡唔挡到装备俾你哋，紫色嘅，咁有，系咪同一个武器？把斧头啊！三 P 系边啊？元气森林系边个啊？系我。啊？挡个头绿色嘅，我就系元气森林。唔系你睇下我系咩职业？睇唔到。你两个一样。睇到嘅，睇到嘅。你两个一样嘅。咁啊，咁我换个职业啊。你两个职业一样嘅，系啊，守卫啊，做咩？你又话唔良守卫嘅？我剛才問你你是不是拿劍盾，你說是。是的，不是的，這個是我這支槍。死了，我怎麼退出去，我不懂。讓我見個新人物。爭了個斧頭給你們。啊，你看看賢哥行不行。我不知道，給我看。其實我本來想用個弓箭手。走走走走。誰啊？無敵啊，真的啊。看不到的喎。你抌一啲嘢出嚟啊！我睇唔到嘅。我覺得你係用戰士啊你。佢有個係盾劍噶，我記得好似。守衞啊嘛。有個係盾槍嘅個盾劍。卡到條撚咁，見職業都見唔到。你用翻個放得間冇所謂啊。係得啊得。嗱呢個係劍盾啊嘛，係啊。咁我以為你頭先講係呢個啊嘛，你用嘅係堅士，盾矛啊嘛，我頭先話。風暴。不過呢兩個職業係好似，你係風暴啊？啊。我用劍士啊。我想用弓箭手嘅頭先，我諗住風暴可能。玩好試下先咧，趁低級隨便換係嘅。你出咗錯啊！就我出錯。睇唔到一撳信息，睇完啲信息又出錯啦，又出錯啦，撚夠。因為依家好翻。我見你，哎呀，睇唔到我屌！快打一七未斷線啊！打啦，冇睇啦。點解？唔知啊，屌！捉人無牌，好似可能同犯人會唔會？九九六。哇！直接飛嘅喎，直飛嘅喎。真的不懂喎，點玩？點地圖可以直接飛嘅喎，我望住先。直接點地圖出去睇下係咪開始啊？世界地圖啊，係啊，世界地圖啊。但係去邊度咧？一齊三個落嚟先得㗎啦。左下邊啦。去邊度？你哋去邊度？我唔知去邊啊，左下邊，左下邊唔係。咁啊。咩股啊？咁咪前邊呢個啊？草原啦，草原啦。点解我点极都系入去城镇噶？草原啊！哦，要揿剔勾嘅，原来冇睇冇见到啊！头先错，系我揿嘅腰，你冇嚟啊，东哥行啫。系啊，我系队长，因为见唔到阿东嘅。跳过，跳过，你哋跳过。右上，右上。咁有四个人嘅。有只僵尸。哇！我快死啊！我就快死啊！快死啊！成只猪围住我啊！好快啊！哇！你冇装备啊，玩嘅。睇来好似用远程会好啲喎，呢个游戏。因为有只大四人物啊。
死啊！你手嗰个，我快死啦！成堆怪围住我呕，仲好似中毒咁啊！哎，冇枪冇枪冇枪，执嘢执嘢过执嘢，有装备有装备，稳固咧，得装备啊喂，装备，仲有仲有仲有，系咪你睇唔到我哋啲装备噶？咁你话仲有仲有？我有装备啊！点样着装备啊？自己着嘅。呢度呢度，血嗰度嘢揿落去。哦，系喎，等我换啲装备先。我把紫色裤冇好多嘢。我有支杖啊。你用唔到杖嘅。我揸矛啊。我好似揸到杖啊！我靠，揸斧头！我操！我操！呢个应该系可以嘅，啲 logo 啊嘛。换咗，我已经换咗听啦。把斧头，我靠！应该可以换成远程嘅。阿贤哥执把弓埋啊！系咩？我睇睇。是啊，应该是 Logger 游戏武器应该是 互通的嘛，对不对？喂，我好过瘾。这个我觉得同一代有点不同。以前我玩过第一代。是啊，同阿涛一起玩的那时。还充钱啊，我们。是啊，买人物。有啲唔同啊，呢、這个我觉得偏日系多啲。呢、這个感觉好玩啲。系啊，呢、這个有啲日式 RPG 嘅感觉。行鬼错路。呢个，我操！卡住咗。我冇事，我好顺畅。我谂住换嘢就卡住啦。死啊！你房主会唔会卡死晒我哋噶？阿贤哥去边啊？睇咁多你哋咩？我入下一层噶啦嘛。入啊！你入带埋啲人入去。唔得喎，要一齐入先可以入喎。要一齐先可以入喎，好似。等先。接上啊，东哥。哎，我入啲先啦。你咁嘅事。你是不是这样啊？对啊，我又这样转了。应该怕房主跌了，我们跌了。你又跌了。让大家看一下创建角色有什么职业。